近遇上粉丝求合照，发哥超亲民，除了自嘲角度，结束拍摄还不忘送上一个 Give me five。 不过影帝也有被吓跑的时候。周润发开车上路，只见这名大妈冲向发哥要求合照，没想到嫌隔车门拍不过瘾，又叫佣人把两只狗抱来，还直接开门坐上车，要发哥抱狗再拍一张。眼见苗头不对，周润发赶紧请对方下车，开车绕跑，前后撸了十几分钟，让网友大赞发哥脾气真好。多啲人运动好啊，全城运动啊。周润发向来是出了名的亲民，不止民众合照来者不拒，运动遇到媒体接访时事也侃侃而谈，难怪香港一直有声音要发哥出来选特首。阿发哥，你会不会有兴趣参加特首啊？参选特首啊？咁你咩推发哥去深渊？系嘛？你真系叫我去死啫！虽然是个 super star， 但周润发完全没有架子，搭公车、挤地铁，样样来。民众也乐得多次不过野生发哥，但粉丝们可别热情过了头，吓跑影帝，不敢再上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